我弄到了一个很屌的账号，这个账号是我跟朋友借的。大家知道韩服最近出了那个吧？出了一台金矿的离间车，专门用来分解的。然后他就挂了两台，然后再把原本的阿巴，就是牙霸合掉，然后他就拿到了三个金色配件。然后这三个金色配件呢，都是很屌的配件。我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一台车，看到吗？有看到它的数值吗？323。然后这个323，三个都是金框，它只有推进器是紫框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屌，所以我们要来试一下这台车哈。我们就从层高开始跑，然后等一下再跟大家示范一下实战。比阿巴强吗？我觉得比阿巴强。3316，感觉算蛮快的。那跑细的话，可能可以32。有人记得我牙霸那个时候试跑跑多少吗？对啊，这个气有点短，如果再改长一点，跑法应该会跑得更顺。那个小喷可以直接去掉。不过我觉得推进器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好，我们先做实战测试哈。其实香肠的宠物奶瓶可以让黄色那只香肠礼貌变顶飞虫吗？可以，你只要合到白头了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个起跑怎么回事？是有人推我的，是有人推我吗？我们看一下这台车后追怎么样。因为虽然推进器是原厂的，但其实这种推进器的话，可以更多次报到二段加速，所以比较适合团体赛、组队赛这种模式去使用的台法。这里换一颗气，跑一个尾流，然后一个后转台，转台，又换一个尾流，抢一个内线，看看我们多久可以过它。哇，这个脱漂没有尾流，直接追上。应该可以走那些，嘿，不行，哈哈，太快了。早知道就走外面，我以为门开了，然后甩开后面的，结果门还没开。音画不同步是什么？是哈，哎，我以为闻到了。
不好意思。没找到，我明白。还有尾油吗？过啦，好快啊，这台车。挂那个金矿部件，嗯，全三个金矿部件，对啊，哑巴出来给人家拆的。他那个起跑被阉割就没什么人会想开他了。哎呦，换到一张尾流图，验证一下这车跑尾流图到底强不强。这个改装，看能不能三球，难度有点高。踩到草皮了，被追上了。0839，哇，39，哇，哇，可以啊，这车，哇，这改装真的强。不是，大家知道39是什么观念吗？39是以前大改时期，油侠还在大改时期的时候，差不多就这个秒数啊。极限大概也是39左右。然后这个只是初跑，也有39。那跑尾流图太快了，这个车好厉害啊！这个改装，这个都是人民币啊！这台车上面都是人民币啊！人民币还是有功效的、啊、套句小草讲的，前面又不见，它只是变成我们喜欢的样子。哦，老猫说的吗？我是看小草的影片说的。啊，甩了脚。
可是因为这车原本稀有零件满时就很快了，然后它又比满时的配件更高，所以代表说你每个入完点都必须要再提早一点，所以这些入完点都要重刷，要不然你跑起来就感觉很没办法贴不进的感觉，没办法贴弯，原因就是因为你入完点要改的比原本入完点还要早。嗯，10到15嘛，就比赛为限制五改啊，我不知道，但韩国的职业联赛是一直都限制五改的，那台服还会不会有比赛都不知道，所以我猜台服应该不会限制啊。国服的话是一直都有在限制，怎么看入完点？我是看感觉，因为我不是记点型的。感觉到这个后追速度吗？还没爆二段就305。这是谁的账号？这个是张三的账号。还是要先谢谢一下张三提供账号。有人以为 Neo 是我是不是？三圈这么慢，还有33啊！31应该有机会，团体的话，组队的话应该可以31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包哥，我的 No Live 直播时间从这个月开始正式改为8点到11点喽，日期则是一样为每周的1、3、5、6啊，大家要牢记直播时间哦，记得来 No Live 找我玩哦。